屋企又大又舒服，想日日都咁 chill， 就要有智能家居系统帮手。下昼阳光晒入屋，智能窗帘可以按预设时间或感应室外光度，自动开关窗帘，唔使你走上走落。你仲可以用手机 app 调节室内温度。一翻到入屋，自然凉爽又舒服，想点弹都得啦。出街或者临瞓前揿个掣就可以熄晒全屋智能家电，唔使行匀全屋。而传统开关只要换个智能灯掣，一样可以遥控到。一旦发现门窗未闩好或突然打开，门窗感应器亦会作出手机提示，俾你随时监察家居安全。感应器感应到有人行过会自动开灯，半夜起身走动就更方便啦。对智能家居有兴趣，想知点入手，找我哋嘅 Home Auto 自家专员帮手啦。丰泽 Home Auto 智能生活，轻松掌控。